杭州，从杭州最后几名旅客，王妍妍，王妍妍旅客，王一博，王一博旅客。王一博作为近两年来走红的流量艺人，一直都是以酷盖的形象示人。然而今日王一博误机一事却偏偏登上了热搜，广播中的王一博旅客、王妍妍旅客引得大家哭笑不得，脑海中瞬间想到了王一博在机场中狂奔的画面，不禁有粉丝说孩子大了，给他留点面子吧。但显然有粉丝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，很快就将王一博前两次险些误机的场面都放了出来，一次是粉丝们簇拥着他一起狂奔，一次是他在误机之后还买了个冰激凌来补偿自己。看到这些笑出声来的真的都是亲粉丝，每天都一样繁忙的工作使得王一博的误机集锦里又多了一条，不知道等他看到的时候又会作何感想呢？